来人呐！没叫你，我叫他。皇上有什么吩咐？你问问他，是不是在这站了一夜？甭问他，奴才瞧见了。你问他为什么不回去睡觉？奴才昨夜问过他，他说给皇上作业。你告诉他，以后作业没他的事儿，我也不需要。这，快去。你替我回皇上话，奴婢不敢坏了规矩。那皇上干嘛不直接问你啊？你问皇上去啊。我敢问吗？啊，俊起来了，让他歇着去吧。这，哎不，你去告诉他，最好自个儿跟老佛爷说，趁早挪挪窝，待在瀛台就别想我给他好脸子。林姑娘，皇上说了，还是叫你回老佛爷那儿去。你替我回皇上，甭管他给我什么脸子，奴婢都得待在瀛台伺候他。传他进来。这，你就不困呐？奴婢还没给皇上打扫寝宫呢。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死乞白赖的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伺候皇上。光是伺候？皇太后还跟你说了些什么？老佛爷就是这么说的。不对，皇上要是不相信可以去问老佛爷。你就没有其他的意思了？奴婢想让皇上早点大安，恢复龙体。哼，你忘了荣亲了吧？奴婢没忘。你忘了？你忘了荣亲，还忘了真主子的恩典？没想到你还真能趁火打劫，跑到这儿来走这股闲棋。奴婢不懂皇上在说些什么。你还有什么不懂？你说你对得起真主子吗？奴婢是对不起真主子。你要是觉得真的对不起他，你就给我回去。你让奴婢回哪儿去啊？哪儿来回哪儿去？你去跟支持你的人说，皇上不要女人，不要孩子，宁可打光棍，宁可绝了后当个孤家寡人。皇上，你千万别这样想，真主子还等着您呢。你知道这个还能干什么？是真主子让奴婢替他来伺候皇上的。不是皇太后派你来的吗？是老佛爷下的旨，但也是真主子的托付啊。真主子他怎么说？他快说。真主子怕皇上想不开，更怕皇上有个病啊灾啊的没人伺候，他让奴婢好好尽心的伺候好皇上，等着你们重新见面的那一天。他还相信有这么一天？要不真主子一天也活不下去。哦，皇上您瞧，这可怜真主子没什么可孝敬皇上的了，他让奴婢再把扳指给带回来，就当是他给您写的信。红豆同心，颖儿，朕错怪你了。都是奴婢自己没说明白。颖儿，等到朕说话算话那一天，头一道旨意什么都不下，就是给你跟荣庆赐婚。谢皇上。回皇上的话传来了。干什么？不是接银姑娘回去吗？谁说要接她回去了？滚。这千真万确，皇上把她留下了。我说嘛，男人呢都是这么回事儿，有了穿红的就忘了挂绿的。说是海枯石烂，谁真的见过呀？老佛爷是神仙一把抓呀。咱们呢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到那一步再说。这我是怕颖儿这丫头的头也不是那么好剃了。你怎么老想剃人头啊？我是怕再出个真主子。
他呀，你也不想想是谁调教出来的，没那事儿。这哎，站住啊！干什么的啊？做买卖的。有洋货吗？您您您没有。站住，走吧。哎，我看看。哎，好好。哎呀，我这好了，走吧。啊。哎，您找谁啊？哎哎，你想干什么？哎哎，哎呀，爸爸，庆儿，谁呀？庆儿捎信来了。嘘，别嚷嚷啊，妈。啊，妈。哎呦，咱们家人呢？哪儿还有家人呢？当你一出事儿，家人们全散了。庆儿。你这回不走了吧？嗯，哼，如今您这宝贝儿子罪过比原先还大，嗯，不走行吗？那倒也不一定。现在满街闹义和团，朝廷又要跟洋人开战，官府衙门怕是顾不上你了。哎，那你就在家眯着吧。亲戚们都怕吃挂烙，没人敢上咱们家来。我上莹儿家看看去。哎，闹了归齐，你不是来看爹妈的？哎呀，惦记着莹儿也在理儿。那孩子也真够命苦的了。切，你懂什么？富贵那小子不是什么好鸟，咱们庆儿还往他嘴里送事儿啊？我不露面，去去就来。哎，不行。要去得我去。啊，什么？你去啊？我给儿子当回探吧。你们娘俩且听一报吧。哎哎，不行。这位大嫂，您有事吗？跟您打听，有位福贵福的少爷还住在这儿吗？死了。他们家还有什么？您是？我是他从前一个朋友。不对，您是荣啊啊荣回见。哎，亲家爹，亲家嫂子。嗨，都到家门口了，怎么不进去啊？不打扰了。刚才听您说，您家大爷怎么了？他呀，还有口气儿，跟死了也差不多。瞧您说的。嗨。好容易不赌钱了，又抽上这个了。哟，扔下一个老婆婆，全指着我一个人。这不要关城门了，赶紧去抓鱼报个菜，要不这一家怎么活呀？嗨，您瞧我们这家呀，还有个好吗？嗯，咱们家姑奶奶有信儿了吗？宫里倒传出信儿来了，原先伺候什么主子。这会儿听说又伺候皇上了。皇上啊，你说那个假冒我的就是荣亲？嗯，真主子就是这么猜的，结果呢还真是他。痛快痛快。皇上，那他这算欺君之罪吧？朕乐意让他欺，谁管得着。后来呢，他人上哪了？这奴婢就不知道了。你放心，官府抓不着他。这么晚了还有时间放鞭炮啊？不是放鞭炮，是打枪。谁打枪啊？说了你也不懂，是洋人跟义和团。打洋人？朝廷大事不许问，连这个都不懂啊？皇上，
还不睡觉去？你是夜游城变的？是啊，那个作业的怎么还没来呢？谁作业啊？有喘气儿的没有？是奴才作业。你该走了。奴婢告退。尹姑娘辛苦了。当着他面说话，嘴上多个马蹄呢，不怕他给你上供，你就敞开了说吧。这先好的你呀、别让我费事了，走吧。瞧您说的，我哪会让您费事。好，走。我今儿啊，陪不了您多会儿，过午就关宫门。你见着他了吗？谁啊？废话啊，你说爷儿。我还能问谁呀、尹姑娘挺好的，当了姑姑了。在哪当姑姑？当然在宫里了。银台吧。哟，您都知道了。你要不说实话，哼，今儿晚上你就别想回宫。说实话，其实呢，这在宫里也是常事儿。您要是一去不回头，银姑娘总等也没个等头啊。哎，这几年您在外头没给我划个小嫂子来？说什么呢你？您让我说什么呀？说银儿。哎，您不是全门清吗？他陪着皇上去了。陪着？皇上一个人在瀛台也苦够了。听说老佛有那意思，让皇上把银儿收了房。啊？哎，这有这么一天，你也成了皇亲国戚了。啊？我可什么也没说啊。说皇上把他怎么了？说现在没怎么着，就算怎么着也是以后的事儿。小灰灰哎，小灰灰。莹儿啊。在。你在瀛台待得惯吗？奴婢上哪儿还不都是伺候主子吗？这主子跟主子可不一样啊，这主子可是男的。皇上挺体贴奴才们的。那你也得体贴体贴皇上啊，皇上晚不上一个人多闷得慌啊。皇上晚上睡得晚，有时一躺下就天亮了。那你也得劝劝他。皇上晚上不让奴婢进宫的。他要是让你进来呢？可是他没让过。你这挺机灵的丫头，怎么能说不明白说糊涂呢？我问你，他到底对你怎么样？跟别人一样啊。瀛台可就你一个宫女儿，要不您再给奴婢派个伴儿来。哎呦，你真是生葫芦，我不想再跟你说了，你自个儿啊瞧着办吧。回老佛爷，奏事处报告，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口上岸了。天津有那么多的颐和拳，还有那么多的兵，都堵不住吗？使馆那边呢？正打着呢。奴婢告退。不，你得陪我。是。陪我烧香去。走。
列祖列宗，在天有灵，保佑大清国吧。抓二毛子去，走。嗨，阿哥，你抓二毛子就得了。宫里哪有二毛子呀？你就当二毛子不就完了？哎、嘿、哎，二毛子给我绑起来。阿哥，我不是啊，阿哥，别闹了。哎呀，阿哥，先送他，先送他。你当官还不行？我求求你了。那我也不当。要不要赏你块玉？给钱也不当汉奸。哎，你看那有谁？哎呀，阿哥，给我带那边去。别闹了，阿哥。哎呀，阿哥，主子，你别闹了，阿哥。哎呀，主子，你别闹了，主子。哎呀，主子，别闹了，主子。哎呦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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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干什么呢？别闹你，哎呀。老佛爷，我们抓人二毛子。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啊？老弟，咱是神拳呢。都给我拉下去，每人打二十个嘴巴，先打大阿哥。行。我是义和团，我是大师兄。我打的就是义和团。打。我是义和团，我是义和团。哎呀！别救！爸，哎呦，满街都乱了，洋兵要进城，义和团要杀二毛子、哎、兵来将挡啊，哎呦，哪儿挡得住啊。哎呀，北京城里住着皇上，能让洋兵打进宫内去吗？哎呀，老太太，您是军机呀、啊、还是大臣呢、啊、用得着您操这份心吗？还是想想咱们该怎么办吧。哎呀，哎，走走走走走啊。哎呀，你看来了。有我呢。别你可不能露面。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是我呀，去哪儿买？姐夫姐姐、啊、这京城可待不住了，你们可得早打主意。哎，怎么办？舅舅，哎，你小子怎么敢回来呀？哎呀，老三呐、啊、你可别跟我玩大义灭亲了。走，我倒想玩大义灭亲了，可是往哪儿送你呀？刚才说京城里怎么了？哎呀，八国联军呢、啊、围了四九城、啊、说话就要进来了、哎、满街筒子的人呢、啊、都往城外逃难呢、啊、你们赶紧避避风啊。皇上皇太后都在京里呢，咱们平民百姓急的什么呀？哎呦，我跟您说什么好呢？李总管传旨让顺天府预备300辆大车呢。哎呦啊，这宫里都往外跑，咱们可怎么好啊？宫里人都走，300辆大车呢，我也不能进去了，我得赶紧抓车去。哎，收拾收拾、哎、你也赶紧收拾收拾啊。我不走，我死也死在这。我出去瞧瞧。哎，你小心人家把你认出来。哎，您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哎，别碰着杨兵啊。云姑娘，嗯，老佛爷传，传我这……哎呀，你就别磨叽了，快走吧！啊，快走！好。小回回，到底什么事啊？挪窝。啊？可是我什么都没带呀。带上你就不错了。可是小灰灰，往哪儿挪呀？不是承德，就是口外。啊，那么远呢？干嘛要挪那么远呢？不远啊，杨兵也追上了。我们男爷们大不了丢条命，你们女人家家的，可就不光是条命了。你说呢？哎呦，哎，快点！真是的，哎呀！哎哎，快点！哎呀，别乱啊！乱什么呢？哎呀，老多就成了。云姑娘来了，奴婢叩见老佛爷。你最知道我那些要紧的东西在哪儿，赶紧的、让他们快收拾啊！是，你们俩翻那个去，捡要紧的。老婆呀，齐了吗？
旗帜齐了，让乱兵给抢走了，一辆都没剩啊。前厅门的侍卫正在抓车呢。别拿那么多的东西啊，捡要紧呢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老夫有旨，捡要紧呢。哎，捡要紧干嘛？哎，我好像没事似的，你不想走啊？皇爸爸许儿臣不走，儿臣就留下来，也好和各国使臣办交涉。我这傻儿子，你要是落到洋人手里头，这大清国我该指望谁呀？可是后宫里面这么多人，嫔妃、太监、宫女的，扔下他们怎么办？个人有个人的命。皇爸爸，说启禀老佛爷，奴才在外边抓了两辆大车，请老佛爷、皇上赶快起驾吧。李莲英啊，奴才在，你赶紧伺候着皇上和大阿哥更衣，上头趟车。这，皇上请吧。皇爸爸，你怎么还不想走啊你呀、啊？哎。啊，莹儿，莹儿！哎，皇上，您还需要什么？奴婢给您取。你给我带上吧，啊！哎，怎么还没送皇上走啊？快快快！哎，嗯，莹儿。荣庆回来了，全胳膊全腿没事。走啊，走，到宫里大耳毛子去，大耳毛子去，走。灵儿啊，这一路上你得好好的伺候我，陪我到底。嗯，是，奴婢明白。不过你这花儿啊，簪子什么的得拿下来，知道吗？啊，是，奴婢遵旨就是了。这道上啊，你不能再叫我老佛爷，叫姑姑。奴婢知道。老佛爷，皇后主子去吗？他能不去吗？那真主子呢？你还惦记着他？啊，您别生气，真主子到底是皇上的人，要是洋兵打进来了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丢的还是老佛爷您的脸呢。奴婢心里想到，就不敢瞒着老佛爷，要是奴婢说错了，那您就赐奴婢一死得了。是，你倒说的没错。那您是答应带真主子走了？我也不能把他扔在那儿。奴婢这就去请主子去。快去快回，别忘了换换这些。是，奴婢遵旨。真主子啊，真主子，快跟我走，快跟我走。啊，怎么了？主子您大喜了，您要跟皇上见面了。啊，皇上问政了。啊，不是，这一时也说不太清楚，反正啊，现在老佛爷跟皇上正等着您呢，火烧眉毛了。快快呀。啊，不行不行啊，我这个样子怎么能见皇上呢？哎呀，这皇上还挑您呢。啊，走吧走吧，我得穿上这件旗袍。啊，来，主子，我替你拿着。来，主子。快点，谁来谁就是二毛子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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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。朝着烂到这样，就这么一走了之了。我说真主子，我可求您了，老佛爷开恩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，待会儿您见到他多磕头少说话，咱们平平安安过了这关，成不成？啊，来。哎呀，这国家大事匹夫有责，老佛爷要走就走吧，可皇上是万万走不得的呀，皇上不能离开紫禁城。
哎呀，我的主子，回头再把老佛爷惹火了，咱们可是自个儿找病。您惦记朝政，见了面跟皇上慢慢说去吧。这会儿您就忍一忍吧，我求求您了，主子。哎呀，哦，好妹妹啊，我就听你的还不成吗？二毛子，毛在哪儿呢？啊，走走走，毛子，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抓二毛子，抓二毛子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快点。哎，快点！杀二毛子！杀二毛子！好，快点，快点，走啊！这边，这都些什么人呢？哎，不知道。哎，主子，我得换身衣裳去，老佛爷不让穿花的出去啊！快啊！杀二毛子！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来一边，来，来，来，走那边。门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真主子给您谢恩来了。真儿给老佛爷请安。咱们可少见面了，难得听到你的声音。要不是这个时候，等你想见老佛爷还见不着呢。是啊，见一面少一面，今儿啊能见面，横着咱们的缘分还没断呢。起来吧。老佛爷，真主子的东西我全都给带上了。是吗？那他打算带些什么东西出宫啊？带几件衣服没有啊？我瞧瞧。老佛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起驾吧。我想瞧瞧，打开。云儿，给老佛爷打开看看。哟，真漂亮啊！这可真是，人是义，马是鞍呢。老话说的不错，你呀，穿上给我瞧瞧。大佛爷，您不是说道上不平安，还是别扎眼的好吗？是，我说了，那就算了。老佛爷，老佛爷，阮家随便好了，赶紧起驾吧。你急什么呀？杨兵还没进城呢，也就吃饭的功夫，没那么悬。怕死啊？奴才死一万个都不可惜，是怕惊了老佛爷的驾呀。得了，我看那银儿啊跟皇上先走，他娘俩随后就到，走吧。嗯，怎么着？是走。燕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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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啊有资格啊！哎，皇上呢？在外边出巡守了。那燕儿呢？也一块儿啊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也就一个时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皇上，皇上，日本兵到了大清门了，咱们走神武门吧。好好好好啊！哎，走走走。
驾到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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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到爷们儿，戏门关了，往德大山跑！啊！我们是顺民文艺合团。哎呦，莹儿，您在干嘛呢？啊，这是护身符，有了这玩意儿，洋人就不敢进家门了。莹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呢？是莹儿回来了吗？是妈，是莹儿回来了。莹儿，妈，妈，莹儿，妈，你梦了。明天莹儿回来了，莹儿，莹儿，妈，你眼睛怎么了？莹儿，那不是哭的，莹儿，你怎么还这身打扮啊？不怕把洋人招进家来了？别理他，咱进里头说去。好，走。走吧，走，兰妈，妈，您别再哭了，妈，别哭了。我说。你可真会挑日子，这功夫你也往家跑啊？你哥哥不会说人话，那出宫了不回家？妹妹，回哪儿啊？是不是老佛爷给你们放生了？这叫放生，这叫送死。你到外边瞧瞧去，满大街都是死人。其实是老佛爷带我走的，是我自己走丢了。该找咱们一家子人团圆，你呀就在家里眯着，咱们娘俩死活在一块儿啊。妈，可老佛爷还指着我呢。嗨，追不上怨谁呀、啊、这日子口老佛爷都自身难保，能把你怎么着？哼，让搭的车吧，走开走开，对，行，让我们搭个车吧，老爷，走开走开，老爷是县长，走开走开，躲开躲开，一再不行，快躲开，走开，哎呀，官兵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下来，快点下来，好的，你知道这车上坐着谁吗？别拿大帽子吓唬人了，车上就是皇上，也得给咱们爷们下来。呀哈，你们要造反呢？造反还轮不到我们，快下来。快点下来，甭理他们，咱们走。再说我宰了你。各位一会儿好说，一会儿好说，好说。下来，等我下来，下来，走。